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渔民双手拿着一尾巨无霸大鱼，展示在镜头前，蹲下来后几乎就跟人的高度一样高，相当壮观。这是在澎湖拥有白金之称的土托鱼，也是近期入冬以来出现在市场上最大型的土托鱼，一只重量就高达31公斤。来听听渔民的说法：哦，大鱼啦，大尾啊，无只大尾啦。这边，这边是用门杆吼，用外地钓。 有钓友近日在龙门海域钓获这一尾重量31公斤的土托鱼，随即就由直播主入手，一上架竞标，马上被秒杀，以每公斤2450元，总价75950元卖出。直播主也表示，这一次捕获的土托鱼实在非常难得，不但体型漂亮，价格上还比去年更加便宜，可以说是买到就是赚到。